去年的粉吗？啊，我等我头发长长，我还真的想再染一次粉哦。不过应该会先染一次其他颜色。Hello。谢谢不过嫂的香水，谢谢韩金宝的檀木梳。晚上好 ，Hello。我可不要当妈系偶像。新粉好呀，新粉加应援群了吗？Hello Hello， 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记不住的话啊，弹幕帮忙打一下。谢谢 JGS 的大神。客烟吸费。谢谢范公举的玫瑰花，谢谢百靠的大神。哦、你也是，那你也加一下去。谢谢你呀你呀的两个大闪，谢谢二狗子的大闪，谢谢七杯三分糖四季奶昔的星空耳坠，这个 title 不错，谢谢没有故事的十月的皇冠，谢谢奈特九的大闪，谢谢文心南路的两个大闪，谢谢王子杰 fans club 的星空不喜鹊先知，是吧？好看吧？就是那个，嗯，我今天难道还不够花吗？格兰芬多，嗯，挺花的吧？我是谢谢两套深圳房的一口曲奇饼的大神，谢谢柑橘味的橘鸡的大神，谢谢 DYS 的大神，谢谢李迪对，微博那种照片确实还挺花的，而且你今天刚下了口袋是吧？真的吗？会不够好看。等一下，让我看。谢谢小江出现了的两个大神，谢谢 Couple Car 小朋友的两个大神，谢谢 Couple 小江出现了的两个大神。挺合适的，跟赛车服一搭。对。还挺帅。不是冲天炮发型，我今天就是很魔法师。总选朱莉还在呢，哦，那肯定不是刚下口袋。谢谢离家有猫四岁了的星空耳坠。对，你们不要骗我，你们真的就是真的，你们假的就不要骗我，好吧？那我昨天其实睡得应该还挺够的。谢谢珍妮今天吃可乐鸡吃了没的三个大神，谢谢大魔法师鱼竿子的大神，谢谢。对。等等，滑上去了。哎呀，第三个人是谁？谢谢割一割的玫瑰花儿，谢谢 A 腾的大闪，是吧？对，你们他们没有，肯定新人肯定没有学那么快的，你们现在都是在装，你不要再装了。睡够了，我觉得我应该是睡够了。我觉得一级的还稍微能有一点可信度。没有，哎呀，我先调整一下位置。对，有一些是最近的，非常新的。没有李珊珊是麻烦。那我们开始复盘吧。哎，不要着急，这个不要太着急，让我脑子回路一下。一年真的是兴奋，你真的是兴奋。十二级是初始的，一级是最高级。谢谢六 LEOLU 的秋天奶茶。哦，是的，确实也有没有见过的非常新的朋友，但是我们不要再讨论德克士了，人家新的进来。我们今天是什么公演？我们今天是艺景公演，我们不是德克士公演。哪天德克士真的公演了，我会跟你们好好讲德克士的。啊，真的有新人进群吗？啊，还有新人吗？下周你们会有16提升。真的吗？我都不知道，我们应该就是正常公演吧。谢谢哥本哈根的巧克力。对。应该对，是那个亿万的那个亿，锦是锦绣的锦，应该是这个啊。我严谨应该是这个，但我只知道音，就是我微博上发的那个音。谢谢咩咩木的浩瀚星海。啊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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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是那个意境。你们发现了什么？我今天口红，就本来我以为没有直播嘛，我其实最开始前四首打扮的并没有非常的。就是蛮人整个人其实我觉得蛮，我就这么一说，妆容蛮随意的，但是我最后又补了个妆。谢谢丁辉冷的玫瑰花。啥人设？我就是妈星举击手。就是为什么开始补妆了呢？就是在大 MC 的时候，妈星举击手大 MC 的时候，就是有一种突然有一种
谢谢睿智的大神，就突然有一种在台上讲脱口秀的感觉，但是真的没有在讲什么秀啊，就是因为前两个谢谢七元女儿的大神，就说开始给你们讲啊，开始给你们讲了，因为我是在第一排站着。就是几乎就是你们跟平时公演的人数差不多，就是没有战区没有人。好了，耳朵吧，好，不要再讨论德克士了啊。然后就是第一个人是小五，第二个人是水水。下次因为那两个人呢，他们都有那个 catchphrase 嘛，就是他们说、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开始前会有一个这个，你们到时候我说一个这个，你们到时候记得回应我什么，就是比如说小五是好久不见，然后水水是人不能缺少的事，这样子。这个谢谢 My Moonlight 的六个秋天奶茶。对，就会这样接。然后呢，当时我说，当时我在前面说，我没有他们那个东西，但是我有名字。谢谢接口的灰叔的六个大闪。然后他们就开始笑，就是我的意思是，我说我没有他们那前面那些东西，但是我有名字，我叫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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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反正当时现场效果还是蛮，就是他们的有效，我不弄那个东西，我突然弄那个东西，你们记不住的。对，蛮喜剧的。虽然我确实挺喜欢，就是真的有，对啊，就是有哈哈哈哈回应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就是那个重笑嘛，也就是这个 MC 他们记住了我的名字，因为 Unit 的时候很喜欢扛炮，啊，对，我就是在说 MC 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就是其实我们公司呢也有一个软件啊，大家，我们的软件叫口袋四八啊。这不是在给你们打广告，只是说你们如果今天真的有看，就是觉得喜欢的成员，你们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跟我们聊天。然后有一个女生说，那直接加微信不就好了？我说不，我们别的软件不可以的，你们必须就是加入了口袋四八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你们讲话。然后他们就那什么啊，这种大概就是我细节有点忘记了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说，那大家如果有喜欢，就是什么的那个哪个成员什么的，你们可以下载这个口袋四八 APP， 然后搜索我的名字，然后就可以找到你喜欢的那个成员。对，然后结束了嘛，结束了之后就开始了我们的 unit， 我们的 unit 是 MC 话题，什么话题其实就是跟客户说一些，就随便说嘛，自我介绍加随便说一些什么。然后观众啊，我觉得男女其实差不多，可能男生稍微多一点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重头戏来了啊，重头戏来了，朋友们，你们把耳朵竖起来，重头戏来了。然后我想到我买的新，非常的重头。我新买了一些衣服，就是第二个，我跟天草的那个衣服，小野猫 unit 的衣服，我都可以买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我跟你们讲，我知道你们河粉是见多了啊。我知道你们见多了，然后我瞬间你们没有反应，我瞬间就不想但是今天外人看见了之后，我看有几个男生就这样，他们表情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种。上号的时候发现我真的笑死，我当时在台上好嘛，一看没有见过。对，所以说当时后面不锈钢他们呼声很大呀。我先跟你们继续说，那会儿就是我们的结伴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安静的，就是跳完了嘛，就跳完就结束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跳的时候，就是中间我们有一段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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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就是扭两下的那个，就是一个间奏，你们应该知道。然后他们下面不管男生跟女生，哇，就是那种看见人突然开始性感的那种，哇，就这种这个声音。我人都惊了，结伴头一次在这个地方有呼声，人傻了，人真的傻了。对，然后呢就开始跳，然后我都记得，我都非常的清楚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看着观众跳的，因为我们摄像机不拍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看着那个前面黑暗的那一片，就是观众，但是我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情，就是我们在跳这个的时候，
台下的人真的，我就一直说我还没有染味，就是，然后有的是那个小女生，然后就这样，反正，非常的，大家的表情非常的有意思，真的很有意思。还有的男生，有的男生这样坐着，然后我过了钻石，然后就是就每次开始笑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始笑，太想下去了，他开始笑啊。然后我就脑子里面回想到我们的河粉，就是我们在四八看公演的正常的粉丝们，他们的目光，就是感觉貌似要等着我们什么时候下台，就真的是这样。然后也有戴口罩嘛，现在因为现在那个公演在戴口罩，你比谁更菜，比谁的，就这样冷漠。冷漠够 PG。 我有一局分好像是3.1，对，什么时候下班？什么时候喊 call？ 什么时候下班？3.8。这首歌什么时候呢？我没有举报，这种感觉。但是我不是说你们是这样想的，我只说纯菜，只说表面上会让人这么以为。然后那个，挂机。然后我竟然有一个男生，就是我们当时做 ending 的时候，我们俩哈，就是那个。我们俩要交换位置做 ND 嘛，我看见那边就是我们的左边，你们坐区的右边，两个男生，就这样，哇塞，这样，哎，朋友们，我们的 ND 都有哇塞，谢谢 Madman 的大神，他直接就是他正常坐的，然后靠在后背，哇塞，然后就是这种牛的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你们。就是他们就是那种长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很难得见的那种场面，他们见了一下，就是这种，啊，就是这种这样的感觉，哎，求求你们了，下一场就算你们看的太习惯了，你们也熬两嗓子，我觉得熬两嗓子真的很爽，而且这首歌结束了之后呢，让人很爽的地方来了，居然那一片人喊我的名字，王雨晴，然后就是男生会还有几个女生，然后呢，我非常开，就是他们就是可能是因为在我 MC 说，但是我有名字的那个记住了，哈哈，我来送死了，可能就是记住了这个，因为这个 MC 才那个记住了，因为那会儿在跳完又是 MC 之后跳 Unit， 然后呢，好难，就结束的时候鞠躬嘛，鞠躬完了之后。往回走，我还记得我往回走的时候，我看不太清楚，就是因为他们底下没有战区的大闪，就战区那边没有大闪，然后就很黑，我就摸黑走，但是上面的人是可以看见的。然后我在摸黑的那个途中，我听见有人在后面笑我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对，但是我们是真的有点看不清楚，然后而且我没有找到。天桃走到哪里了，我感觉他应该没有夜盲症，但是我是有点夜盲，因为我今天戴的这个度数只有我平时眼镜的一半，然后我扭转过头去，就是慢慢的摸索再走，我好像还没有然后我就听见他们在后面笑，哈哈哈，找不着路了，我之前明明有差不多这个在笑这个，然后曾经哦，想起来中间还翻车了，就是我的那个结伴，因为我结伴不是有个尾巴吗，我今天跳着跳着尾巴掉了，我差点还搓了一跤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台上差点就劈叉了，人差点就搓了一跤，就是尾巴掉在了地上，我的脚踩在这个尾巴，抖儿一下，就是闪了一下。但是呢，人是有临场反应的，就是在那个什么的粉丝打 call 疯狂，就是他天草唱那个我那个单单的我的粉丝打 call 疯狂的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就顺势把我的尾巴很疑惑的拿了起来，然后呢丢了回去，然后我就继续接，没有，好像就真的像是尾巴没有了一样。对，蛮精彩的这个结伴。是啊，没有直播，但还好没有直播。我觉得今天这个跳的真的很搞笑，而且所以说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反应，他们看不锈钢的那肯定确实现在听，因为那个不锈钢跳的时候我在楼上换衣服，但是我听说他们的呼声真的超大，因为不锈钢我们
自己他们看他们彩排的时候都要不、就是、都非常的觉得哇哦，就很动感，嘟嘟嘟嘟，然后就是然后林姐就有一位女粉丝，就是新晋女粉丝，当时在 MC 的时候，我喜欢小精灵陈琳，就是被林姐的那个 unit 就是那个什么，对，叫她小精灵。朋友们，谢谢软软的富贵好想亲亲的大神。对呀、啊，又拉入一个，但是也不知道人家真不真，能不能真的进河里。我可不可以请演员？谢谢肖粉丝的星空耳坠。对啊，叫小精灵。谢谢的耳坠。他为什么会当演员呢？周五应该还是。也因为后天就跳了嘛。专门演出了，这怎么匹配上的呢 ？MC 三我不在啊，我是哦，我们今天只有三个 MC， 第一个带 MC， 第二个 MC 就是我那组，第三个 MC 就是他们那组，这样。我也没有特别想搞懂啊，我就没有了。真的要请演员，我只是好奇。谢谢小傲不骄傲的两个大神。哦，那这个其实也。谢谢小四有个沙雕居的两个大神。嗯，花时间的。对，反正整体我觉得今天蛮新奇的。有啊，就跳后面那几首歌的时候真的滑死，就我的脚都不敢大跳，但是又感觉人家在要表演给大家，就不能像是滑水一样，但是那个脚真的怕自己滑了，就很烦跳那两首歌。谢谢软软的富贵好想亲亲的玫瑰花，谢谢冉冉的阿华的巧克力，谢谢兔兔少女的玫瑰花。加油加油。也没有了，话题不是很，就是我们的那一组就是说抽奖抽到的客户呢上来，我们教他就是打 call， 你们知道当时教的那个打 call 是打的哪个 call 吗？就是教的是什么跨过山越过海，我的谢谢赵尔的五个大山，什么翻过山越过海，我也喜欢你，什么就是你，什么就是你，什么喜欢你的那个，就是很长很长那个 call， 但我不太知道那个。对对对，然后就是他们在台上，我们教他们这样子讲。哦，对，有句心里话想要告诉你，这样。对。然后还让他们用 rap 说了他们的企业文化。嗯。但是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应该也再说一下我们的企业文化。梦想汗水坚持。也得是个王者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然后最后，我也跟他们说，就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太长的话，你们可以就是只call我们的名字，就在歌结束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有几个非常捧场的人在那边的那个座区喊我，然后我就说哇，就很惊喜，就是说完之后就会没，我其实以为我自己还蛮难记的。谢谢王富贵的大神。对对，因为我有名字，所以这个梗真的。谢谢日常心动刘丽菲的大神。但我还需要两个王者吗？挺开心。我以为一个就够了。然后在结束击掌的时候，就是在我们结束了嘛，就这样挥手什么什么的，然后出去了。我们不是每次都要路过那个座区嘛，就那个座位那儿。路过的时候，就有两位，也不能叫聚聚吧，就是有两位客户给了我花儿。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就是在击掌的时候也有，然后就是我今天拍的那些，反正就是，对，只能叫客户，人家现在没有入河，不能叫聚聚，万一成聚聚再说叫聚聚。等冉薇再去练击法，练那什么坦克，对，还有刺客就算了，我还是不要祸害人家，等我练击法。然后就很开心，谢谢赤原猎犬的香水。但他们还蛮辛苦的，就是因为中间还有走了的，就是回去继续程序员加班。谢谢软软的富贵好想进你的玫瑰花。甜甜的抚慰。机长的时候我给你送花了。哦，谢谢，其中一朵花是你送的，哇哦。谢谢你，天哪，已经这个注册的账号已经可以看直播了是吗？哇哦。因为秒变河粉，天哪，欢迎你。就是队友。欢迎你，希望你们公司呢可以多多
来一些这种活动，看看我们的公演。对，平时下了班也可以大家一起来再看看公演，我们公演票也不贵。对对，欢迎欢迎，看大家都非常的热情，一来就像是一家人一样。那蔡文姬应该不会很对吧？感觉还是要意识到位。你们公司招人吗？怎么还真的那个？谢谢徐慧穗珍，以后也要加油，都20个大山。哦天哪，我有点……对，这个不能再叫你客户了，以后只能叫你新聚聚了，就是来这边的，嗯。欢迎你，欢迎你！以后进这种团建，我今天就是发那个微博，我还特意问了姐姐，我很好奇，我说姐姐，我们今天这个公演叫什么？是不是这个 Y I？ 然后他就打了是 S N H 48乘意境的这个公演。啊，以后，然后就发了个微博。我的公司成立了，我也。就是我今天发的那个微博上发的，应该可以搜到的，嗯。对，感觉得到平时，谢谢 S R R R X X X 的大闪，谢谢王子姐 Fans Club 的浩瀚星海。我之前不是跟你们分享了我那个算命的，到时候你们想应聘的，你们也可以去看看，指不定哪天你应聘到了，你的公司刚好呢，也会组织这个活动。以后啊，而且今天去的人真的蛮多的。我创造一个能包场的公司，那也不是不可能。微博搜得到，我叫什么？我叫前程公司。我的公司叫前程公司。哦，不行，前程跟我没有关系。谢谢 A 腾的星空而坠。你才发真的吗？我这一套很帅吗？我这就是个裙子。谢谢叶盛南的巧克力。嗯哼。不过我们今天公演真的很快，因为是6点钟就开始了，我们效率真的好高。今天，而且我们安科路。我觉得是有史以来最短的一次安科路，就是他们一开始喊安科路可能不太会，他们喊的是安科安科，然后又停顿了一下，安科安科，然后就今晚最亮的就是你。哎呀，没有没有，谢谢你不要这么夸奖我，别人还是很，大家都非常的那个什么，你一定就是现在有滤镜了。嗯，谢谢你，但还是谢谢你的夸奖。怎么可以对自己这么没有，希望你多带一些同事来看我们公演，谢谢你，非常的感谢。最少祝你从第一集慢慢变成第12集。嗯，主管对吧，主管还知道安可。对啊，旁边有我们 staff 肯定会带一下的，但是一开始不是喊的安可路，喊的是安可安可。我开什么公司的，我开什么公司，但蛮神奇的，我发现真的还会就是找到这个软件，加到平时加班第一次关卡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那平时摸鱼的时候，我觉得确实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软件，还有我们的成员，24小时可能就会碰到有那种在直播的。感谢大家在周三什么什么新木卷对来到这里看那个什么公演啊，不是摸鱼的时候啊，我哦不是，我没有让你摸鱼啊，我只是说休息，对，休息的时候没有让你摸鱼啊。我刚说的是摸鱼吗？这个不对啊。知道你们很辛苦，但是你们就对不要摸鱼啊，休息的时候干什么更爽、嗯、不是，我觉得摸鱼这个这 APP 应用市场下载不了，百度去官网才能下载，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、哦、真的吗？被人叫人总一定很爽。真的吗？你们哎，那你们下这个可以吗、嗯、安卓哦。我就是安卓是需要那个什么。好的，记住了，这位新朋友，我到时候会反馈给代王的，方便你们啊，每一位程序员下载，这样子你们都可以随时搜啊，随时下载。对，不爽都是客套。哎，这个华为有是吗？看来一定对安代王一定要看一下，我这个代王是假的、那个、人家是真的。马赛啊、嗯、哦 OPPO 也可以，小米没有。人总需要法律顾问吗？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个客服？太需要了，突然之间像个客服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嗯、那个咨询请按一，什么人工服务请按零，就是、什么、就是、法务咨询什么什么请按二，什么这那的。对、啊，突然变成客服了，而且我
我如果只这样做半截，像个领带这样，确实有点像。人事，对，对，你们不管是新粉老粉，你不懂的还可以问啊。比如说对这个口袋四八还有什么不理解的地方，你好灵啊，都很重要，我给你踢出去。感觉就是咨询请什么？每个部门都很重要。友谊吗？嗯，食堂也很重要。哎，说起来这个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就是观众，有一位就是在 MC 的嘛 ，MC 的时候就是抽选一个观众，然后抽到了这个客户之后呢，那个客户就又抽了一个人，是正好也是一位男士，然后呢，就在那另一位男士正要上来的时候呢，观众席那边说了一句，在一起，哇哦，真的是和谐有爱的公司。对，感觉大家关系都很好。是的，就是觉得嘛，这个他们那边就是大家关系都非常好嘛，可以开玩笑什么的，嗯，这也很合理。我的员工又不用担心上镜是吧？不用担心上镜。而且我觉得就很适合来看公演什么的，就会开玩笑啊什么的这些，我们就也老开玩笑的。我们在公演上也经常开玩笑的，就我们不管是啊成员还是成员，就是就会开玩笑的。谢谢爆笑的大神。我们就也有那种低脂健身。我们观众还蛮就是70%有吗？我之前其实就想过，要是我们反正200人有了吧。谢谢牛奶糖的大神。就很食堂，就很像。对，然后就是等那个底下。底下有一位朋友喊了在一起之后呢，我们台上的小曲跟小舞两个人尊重祝福，这就开始了，这就一开始一条龙服务了，就这个开始可以接了。对，冉总今天就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画。然后也看到他们有很深藏不露的观众啊，就说也写过 rap 词儿的很厉害，还有非常不怯场的女客户，就是上来也不紧张，直接开始说 rap 什么的，对，很不错。50平米都是食堂，太小。对，我觉得大家那些性格什么的，就捧场的那个性格，还有那些观众反应，就很适合来塞纳河当河粉。而且有一个，就是我们那会儿我们的那个 MC 就是教他们喊 call 嘛，其中有一位客户呢，他有点喊嗨了，他觉得很开心，以后可以常来，真的。他们觉得对，有一个人就说以后想来这边干个兼职，也不是干个兼职，就是说想来这边看公演，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喊的嗨了，就是真的是蹦着喊的啊，就是他喊了两遍，对，那就500，折中一下，就感觉就是可能基因对上了，对，那个基因对上了，非常释放压力，就是我觉得，毕竟你平时天天面对这个电脑。面对着电脑，没有地方宣泄，你不能在办公室的办公室里边滋哇乱叫，你不可以这样。但是你在这里，你可以滋哇乱叫，你不管叫什么，人家都不会听得到。如果稍微大一点的那种选择的话，对，就很好。这里是啊，我觉得就非常的适合。是吗？我们今天已经算是企业文化交流了。哦，对哦。而且他们的企业文化真的有人可以背下来什么，我觉得很厉害，因为很长。谢谢等会儿就睡的巧克力。这颗红糖，哎呦，我那会儿吃东西了，就已经涂花了，就没有再补。这个不要介意，看上去哎，人还是正常的就行。Hello， 晚上好。对，会换 unit， 就是会在谢谢空有不二的梅花。我们以后就是老伙伴了。没吃饭，我今天就吃了两口面，真的就两口面，然后就叫走了呗。哇，谢谢鲁肉饭。说不定扣不过就背不过就扣起来，谢谢。但是他们都记得很清楚的，就是企业文化什么的。鲁肉饭合伙人。斯巴企业文化什么？梦想汗水坚持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是我们企业文化，我们企业文化就很好背啊，言简意赅。就是人家问起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说这个。上周公司群说有公演想去的报名，群里个个都说加班忙不去。哦。但今天看的人还是很多的，对，真香了吗？我不知道他们真香了没有。太短了，说实话，
我感觉有点，我觉得发现就这位不知道算不算新剧体，就是这位艺景，我能看到我的脸的，我感觉有点像现在属于我们这边的这个代言人，就是代发言人。我也不用看得那么累。对呀、啊，感觉也可以完美融入了，因为感觉就说话什么的，其实在这边口袋里边待的多了，说话就会有点像这里。对，今天的公演是那种合作的。我已经把自己当人做。而且其实开最开始前面那场真的还蛮热闹的，就是大家每一首结束完了，呜呼，就真的会欢呼，特别热闹。就其实本来以为可能大家会沉默寡言，就是那种，就是认真看，也不会说出任何的那个反应那样子。但是真的很惊喜，就还是有很，对啊，大家都拿着那种荧光棒什么的，绿色和橙色，橙色不是代表所有吗？然后绿色就代表我们队这样子，嗯。说实话，对啊，句句冷漠，那句句，对啊，就是你们的话，就房间说你们看多了，习惯了。公司的工资行不行？对吧？他们现在看到什么都不会轻易喊了。是一个合作关系，起码这个待遇你得就是。而且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青岛的那次。青岛的那次，我愿称之大家为去寺庙进修过的人，真的。我是不是说过，我这是第二次说了，大家去青岛之前就像是去了一趟寺庙，清心寡欲，看什么都没有反应，就成功学。我看大家当时在青岛台下，假设冉总就这样了啊，有种就是当那种成功学讲师，就青岛巡演那种剧院啊，真的再来那个星梦剧院巡回演讲。哎，什么路过冉为王瑞琪门口有守护天使的礼物哦，哇，好好奇呀、啊，哇。看看，哎呀，官博转发嘞！你去看看是什么？谢谢 DYS 的五个大闪。大家下次公演不要那么含蓄，我知道你们是含蓄。哇！什么呀？哇！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给谁的呀？给我的，我看看什么呀？我们可以一起吃。哎，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蛋糕啊！蛋糕。哦，哎，昨天那个谁也说了，应该是你的守护天使的。对，他写了一个守护天使。嗯。哇，天哪！对。然后刚说到哪里了？不是因为青岛的那个，就是平时的关系是，可能就觉得吧，你们不好意思叫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不好意思叫。反正我就记得首演的时候，我们的结伴也确实是蛮，吃一口不会胖，空气非常的安静，只有我们自己公演的声音，然后下播再继续吃。对，你们包袱太重了，你们不要有那么重的包袱行不行？你们热情一点，你们开放一点，你们不要有偶像的包袱。是首演不会考，我理解。那第二场，那我就现在尝这个。那第二场呢？咖啡色会不会？你们不要再有包袱啦！哎呀，天哪！你们这些包袱太重了，我知道你们可能心里边真的很想呐喊。嗯、你看，这么久了，喜欢我这么久，到现在都没有喊出过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这么难念的吗？啊，其实我今天自我介绍应该多加一句，我觉得我的名字其实挺难念的。我应该说我叫什么什么什么的王瑞琪，大家可以叫我老王。大家可以叫我老王，因为我觉得老王真的很好记，但是我心想我在剧场里还是别说自己叫老王了，就不太好，还是算了，好，没问题，就别叫老王了吧。因为喊你满了五个小时。对，嗯，东部天使应该是十分之后。是的，你们房间里面，就是你们在口袋房间里面真的很能滋儿哇喊叫，到了剧场里边大家都变成了哑巴。我真的看到过好几个，就是在口袋里面感叹号发一堆，到了剧场，然后叫我的时候，可能就还黑气，或者不叫，干脆就不叫，嗯。就看到时候，但我不会说，我就是。是吧？就是我总结的很到位。我担心我的天使
总结的太到位了。包括他，他会有一点点失落吧。哦，每个人进来都有一个袋子。哦，今天他们来看公演是有流程的。哦，感觉有点像生日公演，就是有一个单子，上面有流程，就拿大扇什么的。不错不错，这次我觉得蛮好的，给大家准备的很充分。谢谢无敌独尊的大扇。对，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公布，哎，不知道。对，好像还真的是有这种单子的，蛮不错的。对啊，这个公司好贴心呀、啊、我的天哪，贴贴心了、啊、是什么公司呢？ SH410 呀，我的妈呀，哎，是我们公司准备的吧，应该是我们公司准备的，这方面应该是我们准备的。是因为我的快递名，应该是一般人是吧，没有说错吧，看到这个快递名不会想到你们学校组织这种活动就好了，学校会组织吗？所以我就想到是谁，但我记得之前我有见过那种去大学、那个什么去大学、哦、那个怎么说，去大学商演有见过那种。哇，谢谢今天这位新粉丝的一景样送的浩瀚星海。好、啊、你现在成功成为了一名拒绝了、啊、你现在此时此刻就是一位拒绝了。对，感谢这位客户变拒绝的人，我们下次公演再见。我那天谢谢七海拉拉米大神，真的有点东西，今天升级非常快，非常聪明。嗯，哦，还是一姐，你们可以快告诉他怎么升级呀、啊、这个口袋升级有什么方法呢？怎么升级呢？氪金，除了氪金还能怎么升级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除了氪金，一开始不要吓着人家，不要吓着人家哦，天天登录签到。嗯，对，你们不能一上来就说氪金，好吧？这个，对啊，对，有每日礼包，有签到，多看几次直播，多在口袋房间里面说说话，对。嗯。对对对。可以看一下会不会产生双面的。毕竟。啊，开 VIP 也可以吧，就是有点像各种视频软件那种会员什么的。对，我觉得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像客服，想把人家拉入河内，非常的努力，大家。问题是他给别人来快递。好哦，加完班看看会心情很好。哎呀，我也觉得。我一般不哭的，我跟你讲，我在直播里面我从来不会哭的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整个人钢铁一般的阳光，我就是太阳的化身。就是啊，人就是非常的快乐，对，特别的快乐，就是在一整天疲劳之后，我的妈呀，太快乐了！你看到了我之后，已经没有疲惫了，大家非常的快乐。多亏提醒 VIP 快到期了啊、哦，好的，哦，什么好的？哦，是别人提醒你的。对呀、啊，就很快乐的。谢谢代王还我号的大神，一定是叫了什么名字吧？被代王锁了号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谢谢130号的大神。哦，之前是有出现过双面。VIP 好像是买贵了，那你们下一次充的时候可以看看有什么什么什么便宜的。对，我们其实自己也是每个偶像呢都是有群的，就是有一个应援群，要看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一个成员，想要更了解，更就是去里边被安利什么的，可以去加那个，就是公告里面它有一个号码。但是我觉得头一天知道这些啊，已经加我 QQ 群，哎呦，好快呀 ！Oh my god， 这个也太快了吧！头一次见到这么快的，因为你这个名字仿佛代表了你整个公司，感觉你整个公司都已经加进来了一样，牛的 ！B 站也关注了，哦，哇，好快啊！太熟的人，哦，天哪，嗯，真的快，你很快，你现在已经是合格的拒绝，我不会再叫你客户了。
真的这个非常的速度呢，原来入河就是这么快，真的很上道。这是头一次直在那个直播里边突然知道，谢谢王子杰 fans club 的香水，真的很快，天哪！今晚好像没有录播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直播嘛，所以说就没有那个录播什么的。我们自己这个公告每次直播之前才可以换的，就现在还换不了。谢谢七海辣辣米的大闪，惊讶，第一次看到这种方式入河，这有什么好惊讶？今天过来看公演，当然就肯定会有感兴趣的吧，应该，总不可能一个人对我们这里都没有感兴趣的吧？这个客户在开直播之前就加应援群了，哇，好快，真的很快，哇，看来还是懂一些这个偶像方面的这种。毕竟如果是我就是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，看到那个群号我会以为是在打广告什么的，就卖什么东西的那些。哦，普通同事好吗？那个梗过好久，内蒙古99年。OK， 但是我其实差几天就00了，真的，我真的差几天就00了。这个99年倒是，倒也不必说的这么清楚。对，没有想到吧？是内蒙人。是内蒙人。对。然后呢，这个其实是差个十几天，我就是00后了。谢谢潇湘男神的10个大闪，就可以当我是00前啊。对。你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打广告了，没有？我的生日才刚过了。谢谢可爱小猪的星空耳坠。哎，等等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刚刚不是说已经要走了吗？你看，突然之间又回来了，还说了一下我是内蒙人，你看这是不是口袋四八的魅力？说好要走，但又没走，我走，但又没走。看你们什么啊？如果我有时间，我会做的。今天真的有河粉，还是磕 CP 的河粉？敢问磕的是什么 CP？ 但是还是啊，这个摸鱼可不是我说的，我没让你们摸鱼啊，就是只是在你们。买了11只，回呼麦星粉，天哪！哎，我今天还觉得他们的那个口红的牌子都该给我广告费。七海也是新粉，可以小窗在后台哦，学的蛮快的哦。对，我们这个直播确实是会它变成小窗，然后在你的后台，就是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，它可以就是让你干别的事情，但是还能听见声音。哇，800倍速巨巨啊，这是。哇哦！哇，4个字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是这样了解到的哦。不错，感觉这两天好像是新朋友，还是怎么说呢？还是有一些新朋友的。我也觉得，我现在真的很想克服，生怕有一些就是没怎么见过我的，然后我给人家留下不太好的印象，就比如说一下没绷住什么，所以我得悠着点，这个包袱还是得有的。包袱啊，朋友们，注意一下，有一些搞笑的滑稽的东西就不要说了，我们就保持一下好的形象先。因为穿的也很正式，然后呢？说话也非常的普通话，我也没有口音，对吧？就今天要优雅，对。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功能，欢迎单对王师。这个还在。不是，都是
请自己品好吗？这个还在哇！谢谢宋欣染味的星空。对，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持续很久。谢谢史上最帅高中生的皇冠。真会挑时候，礼物送。这个就是我们口袋四八的一种功能。无语。看到了吧？就是头顶上占一大片头顶，来提醒谁谁谁到了这里。我也觉得应该会持续很久的。对，我就是觉得这个软件很会给人排面的。谢谢一独尊的巧克力。我刚刚看还是欢迎十分钟。对，可能进来这个特效闪个五秒钟，大家欢迎了十分钟，就这个地方。谢谢叶胜男的巧克力。线上握手会，但我觉得线上握手会其实网络不太好。我们之前有过，就是网络就会不好，尤其是国内的，可能好多地方不一样，就会也有偏差。谢谢七海的大山。而且还有就是要看地方，如果你在室内可能就还好，要是你在室外，你可能信号也会卡什么的。北什么北出光南华为，谢谢七杯三分糖四滴奶昔的大山。什么呀？你们现在是在说广告词吗？一下子，谢谢鸡腿的大山。一下子看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对，一下子看不懂了。那我们说回刚刚的那个话题吧。我刚刚在说什么来着？今天结束之后还要去录一些东西呢。德克士，哎，谢谢紫砂大法好的十个大神。这个也不是说我是想上一个话题的时候，你不用跟我说德克士，我应该也能想得起来，你只要提醒我一下就行。德克士，哎，是什么来着？刚刚说了公演，然后今天忘记了。哦，我说到安可，哦，从那会儿是那个安可的那个地方，不是跟吃的没有关系。反正就是今天那个安可的时间就很快，就没有，因为我们那个三十那首歌就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就没有上楼，就是直接在那个舞台上，有点像青岛那次那么跳，然后给客户一人，哦，你给客户一人订了一份德克士，哦，这样呀，你真的可以啊，今天这么多人呢，二百来号人呢，可以的。然后就很快嘛，就安科路今天没有喊多久我们就出去了，最快的一次，超级火。谢谢33333的秋天奶茶。是不是谢谢王子杰 Fans Club 的喜鹊闲置。要的，今天在后台还问了，就是有些人就是提前走了嘛，说是他们有些可能就是要么就有事情，要么就继续回去加班。真的就是这样。谢谢王富贵的香水，谢谢鸡腿的檀木酥。真的挺辛苦的，所以就妈呀，每天对着电脑这样。而且我就发现就是确实戴眼镜的蛮多的，就也是近视，我也是近视，但我不是因为这个，我就是自己玩手机玩多了，看电视看多了享受。以后是不是安可曲都不从前面走了？也不是吧，我们要看，等二十号吧，我也不太知道，我只知道今天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等太久吧，因为要不然那么久，就他们可能不太知道，就是那是一个上厕所的时间。哎，你们平时是在安可上厕所吧？谢谢爆笑的玫瑰花儿。安科路就是要去洗手间的时间吧？哦，直接不上 ，OK。
好的，插曼不去厕所，行。行。你们很厉害，一下子让这个话题也无法再说下去了。讲 MC 的时候去，那你倒也不必这样告诉我，你，我毕竟也是在 MC 其中之一，你这样告诉我，你觉得你礼貌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喊了，你们不喊我们，只是因为你们一直在憋着，是吗？就是在憋着。只是在憋着而已，谢谢爆笑的巧克力。对啊，就是，对啊，就是不敢大声那么喊，是吧？我知道了，好的，你们不用再说了，我理解了，你们也不用再解释，我理解了你们，行了。对，不敢那么喊呀，你这么喊哪能这么喊呢？喊了这怎么办呢？西蒙剧院就不是西蒙剧院了，成了西蒙那什么了，对吧？不，就算了。好了，理解你们了。那你们不喊的话，那也没有关系了。我现在知道了，我理解了。嗯。西蒙谁？哎呀，不要奇怪名字，是什么？我们正常一点，今天谢谢爆笑的玫瑰花。我们今天大家正常一点。我不是我说的呀，我只说大家不敢使劲儿，就是嗓子。谢谢王富贵的弹幕书。对，正常一点，回到德克士啊，不是回到什么？哎呀，真的是无语，回到什么来着？太奇怪了，不讲德克士。我刚刚说到哪了？我说到安可，哦对，安可，然后。安可完了之后，回到那个夏天，什么不是回到那个喊，我知道了，就是我们今天在后台，我们还说呢，说就是大家平时不怎么能听到，就是该觉得可能会喊的地方喊，都是因为他们把脑子都记在那种，呀哈哈就哒哒哒哒哒哒，就系统打歌上了，就是系统喊 call 上了。就是我们就是也尝试着理解了你们一下，你的下嘴唇为什么比上嘴唇胖那么多？你真会讲话呀，胖那么多。我其实我这个人上嘴唇很薄的，我没有办法。但是你说我的下嘴唇比我的上嘴唇胖那么多，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个比目鱼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不行，说话温柔一点。我觉得我现在自己像个比目鱼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能这么形容我。不能说下嘴唇比上嘴唇胖那么多，你这样形容我就真的有点像海底的那个比目鱼。你的，对，你嘴巴像磨了蜜一样，你这个换一种说法啊。对，我今天还特意把那个上嘴唇稍微又画的厚了一点，但是我真的怕再厚我就像香肠嘴了，那我就真的像那个什么鱼了。对，高情商，下嘴唇比上嘴唇好看。好了，你们不用再瘦很多，不，你们不用再举例子了，你们不用再举例那种高不高情商的话了，我们不要再讨论嘴唇了，我们不是在说别的吗？我们在说什么来着？谁挑起了嘴唇？不是我自己，是。不画口红会怎么？不画口红就是我平时之前那个戴眼镜没化妆那样，就嘴巴会很薄，就不适合化妆的时候，感觉人像没嘴，就是会没有嘴，人很呆很傻。现在就是为了让看着我不呆不傻，这样就很呆很傻。对呀，没嘴呀。你们不要看我嘴，什么目光离不开嘴唇了啊？不行，温柔一点。什么目光看不清嘴唇啊？不是，正常一点。哎呀，
哎呀，我只是想要正常一点，你这样把人都吓到了。你们太……我本来是想今天美美的直个播的，哪知道这个话题就逐渐因为你们跑偏了呢。我还特意跟你们说，刚刚我说我们今天，我们就今天，我们就今天，just today，稍微正常一点。对，把人家吓跑了。现在我看到的都是你们这些老旧的面孔。谢谢王富贵的星空耳坠，也不是说你们老旧啊，旧面孔。对，我错了，大家，我怎么能说你们老旧呢？我说的是老旧呀，亲戚呀，家人呀，老旧啊！我说的是，你看我把你们当老旧啊。多好呀！我的妈呀，老舅，我是你外甥女啊！哎呀，外甥女都不认识了，天呐，太伤心了，老舅啊！哎呦，老舅，你们怎么能误解我的意思呢？曲解我的意思，老舅，哎呀，还有男生是老舅，女生是舅妈呀，舅妈，哎呀。你们不要这样，我只是说你们是家人，家人，我没有攀附亲情，我谢谢安安的大山，大舅妈、二舅妈、三舅妈呀，大舅、二舅、四舅、五舅啊，三舅啊，你看啊，我这是你们把你们当亲人呀，妈呀，哎呀，哎。什么？你话太多了，不能。谢谢王瑞琪的新粉的喜鹊贤之，谢谢老舅 Homie 的浩瀚星海。你看，就是在说老舅的意思嘛。哎呀，那我看看有没有新舅舅，新舅。那我换一下方式，我既然说的不是说你们老舅，我只是说你们是老舅，那我看看有没有新的舅，新舅，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？哦，哦，你是，Hello，不能改名字了，你别改了，反正谢谢剑锋五三零的浩瀚星海，好，也不用叫我大外甥女，感觉我听起来我很有吨位的样子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总觉得叫谁大外甥大什么就很 strong 就很蓬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很对。你可以叫我小外甥女，但是我觉得大外甥女、大侄子、大什么，就是感觉整个人他这个人可能会很壮，很那个什么。对，就是非常的有吨位，我感觉，就是把那个大的那个形容词，就是那个字儿变成小的，我觉得就会好一点。哇，客户充 VIP 了啊？真的吗？把这个大字都去掉，变成小，我觉得小非常可爱一点。什么意境 VIP 都充好了，进场有，谢谢王日奇的新旧的玫瑰花。对，就小，你咋知道？哦，天呐，真的充了 VIP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口袋四八，你只要是 VIP，它就是会提示的，就是刚刚有人看到你进来了，就是你会。怎么说呢？进场你是有提示的，就是大家知道你是一个 VIP，你进来我们都是能看见的。就像你看现在弹出来这种什么冰锁算了啊，不是，就是这个名字，它就是 VIP，就是弹出来你就能看见他进入了房间。对，对，还有蓝色的框框，你这样讲话的时候呢，就不是黑框框，是个蓝框框。谢谢新旧的大神，对，非常的高级。是的，现在在新手村。还在研究规则，应该差不多。你已经，我觉得你已经研究透彻了。我们口袋四八，你已经研究的非常透彻了。因为你看，你又有了会员，你又知道怎么发弹幕，你又关注了那个应援群，你又关注了你的口袋关注的偶像，绝了呀！已经一条龙服务了，这个已经是非常800倍速的粉丝了。天呐，你已经可以了，就不需要再了解任何的别的了。是的，对，你可以玩耍了。
出新手村了，是的。哎，确实很厉害。客服说你毕业了，对，就是已经是开启聚聚生活的第一天了。大家在这个离开新手村之后呢，大家就是在另一个村子，现在这些另一个村子里边在欢迎你们。不能让同事看到，放心吧，这里有很多就是想要跟你一样隐瞒一些人的人，就是比如说他想隐瞒自己的什么摸鱼的状态，就是不想让自己的老板自己的就是什么就是看见，他们会隐藏。口袋四八你很好隐藏的，你只要不放在你打开手机你第一页就你就对可以隐藏的啊。嗯，就是这样的。而且口袋四八是一个好的东西，你不用担心你同事看见会开你的玩笑，你甚至可以把他们拉进来，就说哎，有好玩的，大家一起玩呀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对，真的不用怕，我们是一个很正经的软件，对，我们就很正常，不会给你有任何别的那种不好的，对，是真的很正常的。而且你在这里也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，这也算是一种社交的软件了，对，完全不用怕。就是啊，那种就得万一自己的老板什么的也会看那什么的，对，指不定跟老板的关系更进一步，就问哎，老板你喜欢谁呀、啊、老板说哟你也看呀，然后你跟老板的关系就更进了一步，你们两个人就对对，反正就是是对家怎么办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有对家的了，不会的吧，你们不要毒奶这种，万一推的人不一样，我们没有，放心，俩们没有。你这句话说的很经典。是吗 ？ID 互相不认识，然后眼熟约线下。哎呀，也其实我觉得还好，就是多看官也都认识了。谢谢燃新人的喜鹊贤之，谢谢河北谢腾飞的两个大山。对啊，推的人不一样，也不叫对家，只是说一起更愉快的在这条河里。这条河每天都很好玩的，就不用担心这个软件会非常的沉默。每天都有人说话，就算我不说话也是有人说话的，别看我的名字叫戴王坊。就是对，谢谢河北谢腾飞的大山。对啊，我总有不说话的时候呀，我的口袋房间又不是说每一秒都在说话，我肯定有一些分钟有一些小时没有在说话的吧，然后呢你们可能就在这个分钟这个小时就没有看见我有说话。对啊对啊，比如说没起床的时候，大家的那个作息都不太一样嘛，毕竟我是那种早睡早起，每天早上我要很早6点钟起来洗漱，7点钟开始晨练，8点钟就要跑到我们中心旁边的那个公园去跳舞去练习，谢谢一番哎呀什么的礼物，然后呢还要练习完之后呢我要回我自己的房间3楼，就是我走楼梯爬到3楼，就是我不坐电梯我爬到3楼，然后呢爬到3楼之后呢我开始关上房门自己晨读朗诵，每天读书，我今天读红楼梦，明天读三国演义，后天读西游记，再后天读三国演义，反正就是每一天都在好好的读书，然后读书之后呢觉得嗓子有点渴了，我就去我们3楼打热水，打完热水之后呢我就开始喝，喝完之后哎喝饱了，然后就对小五见过我在带领食堂阿姨跳舞，就是我为了促进我们中心大家的所有的这个怎么说呢健康吧，因为我们知道食堂阿姨呢每天也就是做饭什么会很辛苦，所以说呢我每次就会带着他们一起跳广场舞，甚至跳跳公演舞什么的，是这样的。对啊，就是有证人的。然后这样之后了呢，我就刚喝好水，喝好水我就回食堂吃饭。在食堂吃完饭的时候呢，就会去自己的房间睡半个小时的午觉。半个小时的午觉呢，我的闹钟会卡得刚刚好，我
一点睡午觉，一点一点半起床，对，一点睡午觉，一点半起床，然后呢？什么卡了吗？我没有卡，我的网络非常的好。然后就是上面这些是那个跟我唱反调的人，就是你们不用管，就是上面飘弹幕的这个，对，这个上面飘的弹幕这些话都是虚构的东西，对。我没有卡，你们不要再骗我了，因为我这个音频上面这个显示网络是正常的。你们不要骗我，真的卡了吗？真的卡了吗？真的吗？不可能。谢谢派艺术派大星的大神。我真卡假卡了。你不要吓我这个。你们是不是不想让我继续说了才故意这样子吓我的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对呀，你们不要吓我，我刚说到哪儿了？我说到我午睡了，你们不要骗我了，我这边的网络很正常的，你们还就是对呀，根本就没有卡，你们在那个什么，就是不想听我继续说下去我的实话。然后呢，我一点半睡醒了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练舞，练什么舞呢？我练 popping， 是这么念的吧 ？popping。然后呢，我每天要抽筋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抽筋，哎呀，哎呀，不是，哎呀，不是，没有，我不小心，我一想到 popping 我就容易就是会说到抽筋这个，我不是抽筋，我每天拉筋。哎呀，拉筋不是我抽筋，我拉筋，我是拉筋，我拉筋，拉筋，哎呀，不是拉筋，我拉筋，我说的普通话，拉筋，我是拉，而且每天抽筋，哎呦，拉筋拉筋，真的是拉筋，你们怎么听，哎呀。我就是拉筋之后呢，我就开始每天就是跳舞之前要做那个热身运动，然后热身运动做完之后呢，也就是要拉，就是要那个就是继续跳舞嘛，跳那个 popping 跳完了之后呢，就要开始拉筋，就是要不然你会长肌肉的，嗯，然后练完之后呢，我就要开始练唱歌，每天我唱那首歌，我有个就是自己。属于自己的歌曲，就我非常的喜欢，它叫 Jelly， 就 Jelly 这首歌曲是我每天会练的，每天练20遍，然后练到我嗓子出血的那种，对，练到我当时就是每天我都要变成哑巴一次，就是因为我唱这首歌曲，我练到我嗓子说不出话，这时候我知道了自己该停，自己停了之后呢，刚好到了5点钟，我们食堂5点钟开饭，我准时去找食堂阿姨，我每次跟食堂阿姨到那个时候的时候。我就是跟他比划，阿姨每天跟我用手语说话，当然了阿姨会说话我也会说话，但是我那时候说不出话，因为我一直在唱歌。然后呢我去了食堂之后呢，跟他比划我要什么东西，谢谢 Jelly 的大闪，我跟他要这些，给我拿了这个饭之后呢，每次拿着饭我就开始吃，我吃饭很快的，就仿佛是被训练过一样，像军人一样快，对，就是我们军训的时候教官就说了，吃饭就要快，浪费什么时间，然后就这样，所以说我们就非常的快，就不干别的，认真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就吃饭，然后我就吃的很快，我不是直接倒进去，我还是吃的啊，就是正常吃啊，也不用倒进去，也不用这么急，嗯，然后呢我在那个5点钟开始吃饭，5:10结束吃饭，然后呢就开始去旁边的公园散步，散步的时候我干什么呢？我抖空竹来消化我体内的食物，一般就是这个样子，每天非常的健康，
所以就是抖空竹是什么呢？我抖空竹是从小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我们学校特色啊，谢谢。我要唱街里的秋天奶茶。对，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有企业文化。然后呢，什么官博骂我是猪，官博才没有骂我是猪，我那会儿看见他转发我的那个微博了。然后就是我刚说到哪儿了？你看你打断我的话，说到哪里了？啊，抖空竹，对，我说我们现在我就让你们说的，可是我不会理你们的。然后就是抖空竹，我们小时候就是，比如说今天我们的那个公司就是互相这个公演，我们说的是我们的互相的企业文化。然后我们之前我初中的那个初中文化呢，就是抖空竹和武术操，对，就也是练过的，就运气那些我也都是会的，懂。可能刚刚我说的所有不是真的，但是这个也得是真的，就是打个比方，但我是刚刚前面说的也是都是真的啊。然后就是武术操完了是那个空竹，然后抖空竹，然后我就把这一招呢用在了我每次吃完饭后消化的地方，我就去旁边的罗曼园，对，我们那个地方叫罗曼园，非常的罗曼园，就是一般那些我在那经常能看到结婚的，就是那边经常有那种拍照结婚的那些。然后每次就是在人家那边在那儿啊，非常幸福拍婚纱照的时候，我在那抖空竹，走走走，非常有气氛啊，因为我怕他们结婚太孤单嘛，结婚的时候拍照会很枯燥的，我怕他们就是从此步入了那个婚姻殿堂了之后呢，就会听不到这么美妙的声音，所以说我作为我就像仙女教母一样，当时出现在了那里，我就开始抖空竹。我觉得人家非常的感谢我，咚咚，就是出来这种美妙的声音之后呢，哎呀，他们拍婚纱照的样子都变得非常的幸福了。好吧，这一段其实是假的，其实真正的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之前拍过一个视频，它的名字叫什么？就是那个一想到你我就，那个叫什么东西来着？一想到你我就什么来着？就之前很火哦，芒种。对，我之前去那个地方拍过一个叫芒种的，谢谢我又可以拉的大闪，就非常稚嫩啊，非常稚嫩。然后就是在拍这个芒种的这个事，就在那个罗曼园拍的，那个时候就有人在那儿结婚，哎，不是在那儿结婚，就在那儿拍婚纱照。然后我在那儿一个劲儿穿着那个红衣服在那儿扭扭扭，我是那时候就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就是像要去抢婚一样的人，就是在那边我得不到那个人，然后我在旁边在那自己在那儿穿一身红衣服。说哼，你那什么，谢谢霹雳火的星空耳坠，就有点像去那个什么的，对，就离得真的很近。人家在那拍婚纱照，穿那个，我穿了一身红裙子呢，在那边拿了个扇子，那边那是，对，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场面还是蛮那啥的，不是在抽筋，只是在跳舞，芒种这个舞蹈。对啊，然后还在那手机在那放着音乐，一想到你我就，但真的有看啊。有看我的，就是他们陪他们结婚的那个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就是陪人家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然后就是陪人家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是不想听我说话了吗？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就是。为什么学了？谢谢霹雳火的大神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鸡腿的巧克力，就是我们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就是是这样的，我们谢谢霹雳火的大神，谢谢兔子少女的大神，谢谢哎呀哈勾的大神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我最喜欢王子杰大神，谢谢鸡腿的大神，谢谢老舅后面的秋天奶茶，谢谢而且的新粉的大神，哎呀妈，谢谢入小可爱的大神，谢谢一景大神，哎呦，哎呦谢，哎呦我这怎么谢啊？谢谢不会唱 rap 的刘聪大神，谢谢。谢谢霹雳火的大神，谢谢李家有猫四岁了的玫瑰花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不会唱 rap 的刘聪的大神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铺路六个大神，谢谢谁呀？哎呀，霹雳火英文字母，我酷有伴儿，玩起星粉，霹雳火呆萌萌呆，秃头少女盐酸酷的小朋友，坐看云起，run 王富贵，一景样，不是不对啊，敲敲男神，run 王富贵，Jelly 什么？深圳防疫口取其饼噗，塞纳河里自由游，run 王富贵，霹雳火噗，呆萌萌呆，就是86，霹雳火噗，坐看云起，一级不会唱刘聪的 rap 的大神，坐看云起，三分糖四喜奶昔，什么呀？哎呀，
有没有人统计一下？我觉得现在人非常窘迫，不想拥有太多情绪。酷狗不二的大神系，秃头少女的大神系 ，net 九的大神系，霹雳火的大神系 ，super 小姐的大神系 ，a 层的大神系，霹雳火的大神系，霹雳火的大神系 ，ddv 炮层片的大神系，西亚的大神系，灰灰保护协会的大神系，霹雳火的大神系，酷狗不二的大神系，呆萌歪呆的大神系，霹雳火的大神系，牛羊羊的大神系，酷的大神系，呆萌呆 team x 的大神系，软软的富贵好想亲亲的大神系，呆萌呆的大神系，酷狗不二的大神系，一颗太阳星 t 的大神系，霹雳火的大神系，酷狙击兵的大神系，文心南路的大神系，我是写的媳妇的大神系，张文的大神系，霹雳火的大神系，八六的大神系，英文字母大神系，我最喜欢王子杰大神系，酷的大神系，谢，哎呦我天哪！谢谢王富贵大人，谢谢衣服派大金的大人，谢谢我神秘人奶茶，谢谢霹雳火的大人，谢谢空位包的大神，谢谢王若琪的新闻的大神。你们不用让我练歌了，现在我现在练结束了，好了，我不吹牛了，大家我错了，谢谢铺的大神，我再也不吹牛，从此再也不吹牛，谢谢文心奶露的大神，谢谢霹雳火的大神。OK， 大家，我刚是想说，啊，谢谢瑞小可爱的大神，今天没有奶茶润喉了，都已经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我只是说从。谢谢 YD 的大闪，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事情是这样起来的，就是我真的人很真，刚都给我刷卡了，谢谢王若琪的新粉的大闪，谢谢霹雳火的大闪，谢谢 A 腾的圈奶茶，等一下他有点卡，谢谢霹雳火的大闪，你们不要再刷，他有点卡，我发现了，你们送的，谢谢文心南路的大闪，谢谢瑞小可恶的大闪，是这样的，就我发现这位新粉真的学得很快，因为之前我的粉丝他可能想让我闭嘴，不是想让我休息一会儿的时候，他会给我刷礼物，他就不会想让我说话。但是今天你无师自通，让我很震惊，是你真的是，就是我是这方面我是真的啊，终于两级了啊，原来是为了刷级啊，不是针对我啊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就是人真的很震惊，就是觉得这个学得蛮快的，原来只是在升级。好的，是我想多了。哎呀。天哪，大家今天不用再让我练习了，我今天已经练好了。对，恭喜两级，恭喜恭喜你，谢谢林林子的宝藏叔叔的喜鹊贤之，不是学到了，这是一个这并不好，这会让我忘记我之前在说什么。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我要唱这里的秋天奶茶，谢谢霹雳火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果冻的秋天奶茶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文心南路的大闪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谢谢王若琪的新粉的大闪，谢谢一景样的巧克力，大家再聊一下什么吧，你们不想听我说别的话吗？我的话还有很多的，谢谢宋心染味的大闪，你们听听我说话吧，你们觉得戏礼物有意思吗？没有意思，而且都是一样的话，谢谢 DDV 泡腾片的巧克力，我说你们只让我也说，让我说也只让我说德克士，谢谢 DDV 泡腾片的玫瑰花，嗯。你们这样每天说德克士，我觉得我哪一天不吃个德克士，我都对不起这个德克士。谢谢刘雨墨的大神，谢谢王若琪的新粉的大神，谢谢呆萌萌呆爱 team 皮的十个大神，谢谢河北谢腾飞的大神，谢谢王若琪的新粉的大神。那不叫黑眼圈，这个叫卧蚕。这个谢谢王若琪的新粉的大神，卧蚕啊，它上面有亮晶晶啊，朋友，卧蚕，真的是，哎呦。不是眼袋，眼袋在这个地方，耷拉到这个地方才是眼袋。谢谢每天吃德克士的大神。不是，这个是卧蚕，卧蚕，卧蚕。好的，这次真的下了。明天下班再见，口袋四八。明天口袋四八再见，大家快送一下我们的今天客户新变成巨巨的朋友，不要再自言自说了。对，快点，谢谢霹雳火的大神。对，我们这个星梦剧院是一直坐落在这里的，我们都会一直在上海的，我们哪里都不会去的，我们只会在上海扎根，已经好几年了，八九年了，哦不，七八年了。谢谢 Red 的大闪，谢谢 CYNTHI 的大闪，六麦，我们队是绿的，谢谢每天吃德克士的大闪。谢谢 GYG 的秋天奶茶，对啊，因为有就是我们每个队伍颜色不一样嘛，我就只能赶快说我们队是绿的，就是有的队是蓝的，有的队是紫的，有的队是橙的，我们四个队，我们是绿的，在那个队，对。什么时候更新抖音？最近有什么抖音拍啊？因为我这两天我没有发现合适的抖音。
就只是看到那个很土味的，就是我震惊那个。今天我们在车里一直被洗脑，爱情不是随便许诺。对，我被这个洗脑，但我不会拍这个的。我跟水水说，因为那会儿等等关注了抖音再走。我的抖音叫王富贵儿，然后呢大家给发一下吧，应该王富贵儿就可以搜得到。对，应该第一个能是我吧。但我记得我前天不是刚跟了一个吗，刚跟了一个抖音，但是最近就不对，就是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太土了。就说到这个抖音，我其实想让水水拍来着，因为那会儿我看见天草在水水房间里面，不是说水水是那个甜的那个 T 吗？就是那个 T， 就是，然后我就心想水水应该拍一个这个抖音。哦，关注了，呜呼，又多了一个抖音粉丝。对，然后我就说水水你拍一个这个吧，很符合你这个甜的这个身份。对，这个 T 甜，什么爱情不是随便许诺，我自己想到了，水水就是这样，爱情不必随便许诺，什么什么不要再说了，这种就很符合这种感觉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就是眼睛稍微一眯，往这边上面一挑一瞪，手一撑那个头，那就，然后这边在这边拿一个酒杯，就已经有那个感觉了，是吧？已经有画面了，对。这不是土啊，这就是配这个歌的动作，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呢，哎呦，甜，这个是甜，我没有，我这大刘海，然后小裙子的这个没有拍，我只是今天跟他说，我说我想看你拍这个。这不叫打卡啊，我没有在他房间打卡，我是真心实意的发的我的表情包，谢谢王瑞琪的新粉的星空耳坠，真心实意啊，不是那个什么。哎，忘记说了，我们这个口袋都是没有美颜的，这都是我们原相机的前置摄像头，我们一点美颜都没看。忘记说这个了。对啊，我一开始还在想，就是怎么会有这么适合我的表情包，就觉得这个表情包真的很喜欢，就每次老婆啊什么的就感觉很可爱，太可爱了这个，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海王什么，是个光头，不是，人家有耳朵，人家有耳朵，欢乐多多，感觉就蛮可爱的。啊，不要吧，我刚刚叫的那个声音不好听的。水水的老婆你得不到，反倒还是，水水哪有老婆呀？水水哪有啊？我们水水那么甜。怎么谢谢什么舔狗表，那不是舔狗表情包，那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表情包，虽然我不认识他是什么人物，但是呢我那不叫打卡啊，我那不是打卡，我那是真心实意，真心实意的叫他老婆，真的我的真心都献给了杨冰一啊，是库洛米的朋友啊，那他叫什么，他就叫库洛米的朋友。盐儿油，哎，叫什么？你们都没有人知道吗？库洛米的，他就叫库洛米的朋友，好吧？巴库，哦，这个名字你看，巴库，这不就听起来就很像八位吗？八位，你看人家长多俊，这就是我。巴库，八位，你看，这就很像是吧？哎，就这个意思。八戒，我给你踢出去了，我就。八位不是八戒，八位。
八位是一个动漫里面长得怎么说呢，非常的美艳啊，不是美艳，俊。谢谢王琦的新粉的喜鹊贤之。对啊，就是八酷嘛，你看都姓八，所以说我们都一样，都很酷。我觉得真的很可爱，每次那个表情包都很那啥。哎，是不是他应该？我觉得他这个就他就这个他就是这样的表情包，他没有人回应他吗？就是这个表情包，他只是单纯的叫完之后没有人回应吗？就是我那天保存的时候，它就是一个九宫格，就这样。谢谢王瑞琪的新粉的檀木书。我微博偷的表情包啊，没关系，我微博的表情包也都是我偷的。库洛米有回应。哦，其实我没看过他们的那个动画片啊，动漫什么的。今天有公演 ，yes， 今天有一个公演是跟人家的钉子公演。谢谢库洛米啊，谢谢库肉入米库，谢谢库肉肉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文琪的新粉的香水。对，你们不要老让我嘴瓢，感觉说多了我这个嘴巴容易瓢，就刚练 rap 练。库洛米，嗯，谢谢 Chris S 的秋天奶茶，谢谢文琪的新粉的大闪。库洛米啊、哦，是那个之前那个 BGM。谢谢水水的王富贵，好想亲亲软，你这个名字你是不要把，你直接叫 SH48 全团的，谢谢你的两个喜鹊贤之，我先谢谢你，然后我再吐槽你，你直接把全团的名字叫了好不啦？你这直接叫 Team X 全员，这样，对，你这个 T 你打错了，是 T E A M 不是 T E A N X， 嗯，那得靠我努力。哦，你是在说的有我关系的人啊，那你就叫元奥呀，啊不是元奥，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奥，你就叫王奥。哇哦，哇哦，你看读快的都是哇哦，王奥王奥王奥哇哦哇哦，你看是不是很神奇？不是哇哦，是哇哦哇哦。哦，富奥，挂奥，富，嗯，算了。王富贵 ，F W， 富奥什么？第一次看到我蓝色眼睛。对，我跟你们讲，我今天我的那个为什么我的视力有一半不在了？哦，不是，就是为什么叫我视力？就是我上次测出来我的眼睛不是500度了吗？然后呢，我今天戴的这个。是我之前配的眼镜，它300度，就等于砍半了呀，就砍了一半了呀。然后我心想，但我又懒得再花钱买一个新的，就是日抛，然后我就戴了这个，然后我就觉得今天自己可能会显得眼睛像个青光眼似的，然后就但其实还好。不知多少时间前，我说我要下播，有吗？我等人叫我的时候，我下。对，视力打折。对，我今天可能就是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他们今天给了观众面光，你们晓得吧？啊，你们不晓得，因为你们不在现场，你们不知道。就是说，观众他们脸上是有光的，就是因为可能是我们那个屏幕反射吧，他们是脸上是有很亮的光，而且他们每个人前面都有那个大闪光。谢谢胖豆豆的20个大闪。怎么还没下？你们盼着我下吗？让我来看看我的，那不是很多人在直播吗？谢谢艺术派大星的星空耳坠，也没有了。我觉得只要是那个脸前有个大闪，觉得还是能看清楚的。谢谢紫砂大法好的6个大闪，呜，你们没有光呗，就是你们自己在那个脸前面搞个大闪就可以那个看到的。我慢慢讲。让我这么慢的讲话吗？这就是。
慢慢讲话的样子。谢谢霹雳火的大神，抽筋哪是这么说话的，谢谢一口曲奇饼的大神，谢谢一锦样的巧克力，为什么谢谢一锦样的巧克力，谢谢我要唱 Jelly 了的玫瑰花。完蛋，刚刚那副样子又让新人看见了。我们还是换一个话题吧。谢谢文心南路的巧克力。对，还是这个形象还是要挽回的，毕竟我在公演上还是很正常的。我的公演上，我的 MC 上是非常的端庄的，对，端庄，我很端庄，人非常的端庄。我在 MC 上和在公演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你们讲，也不是唯唯诺诺，我觉得要看话题的。如果他的话题是要形容自己每天的日常，那我觉得我完全可以形容得出来，我随时都可以说我早上干嘛，中午干嘛，晚上干嘛，就像刚刚一样，因为这是现这是事实，我可以完全说得出来。对呀，有本事再复述一遍，没本事，我没有这个本事。对，早上什么我最早上在睡觉，中午在睡觉，晚上给小台阶吹牛自己的一天，我是这样的吗？我明明中午就起来了，偶尔中午起来吧，平时还是会早起的。不是，这只是偶尔，偶尔会中午起来。谢谢王子杰 fans club 的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不见了，完蛋！你看，你们把人家。对啊，就是偶尔，很少见的。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早起早睡，所以我连黑眼圈都没有，我只有卧蚕，我没有黑眼圈。This is 卧蚕 ，not black eyes 那个 circle 啊。对呀。是吧，这个哎 English 这方面你们就不要再那个什么了，不用再恭维我了啊，毕竟这个什么，我们把群主隐形眼镜弃掉了没有啊，在眼睛里呢。谢谢科草第一线的大神。Yeah， 国际化，我记得之前谁把那个 international 说成了 interesting， 这个我想想什么时候来着，就不是我，但是我就记得有一次就很搞笑，忘记了，就是想不起来，就是有这么一个事情，就是都是 IN 开头的 international 说成了 interesting， 就是很搞笑。不是那个，不是翻牌，我记得是在那个当时台上在说什么 MC。你的 international 真的很 interesting 哦，你看看，那得到了肯定，说我很 interesting， I'm so funny。今天王老 C 就不教了，我觉得，哎，对，我明天我要拍照片，我觉得明天的直播，我的样子应该会不太一样，因为明天是别人，就是化妆师来给我画，就不是我自己画了。希望明天我还能是个人，哦，不是，希望明天。我还能是个好看的人，不是深写，就是我自己找的拍照的，我想拍那种照片什么的，对，然后人家来包我的妆造，然后我就很害怕，因为毕竟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，我们每次都是自己化妆的，我们 SH48 的秀像都是自己化妆的，反正不太好，因为这家真的好贵呀，等我拍完了再跟你们说。
但是这家就是我2017年就想去这家拍了，就一直等啊等，因为觉得这家很难约嘛，很火，就觉得自己可能一直不会约到这种，但是我今年约到了，然后我就想拍，是不是赶紧拍了吧？价格比2017年贵，好像倒也没有攒4年的钱，就只是说今年就可以那个什么。攒4年的钱我也太惨了吧，一天攒1毛钱，攒1块钱什么的。就是风格嘛，哎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好瞒着你们的，就是我喜欢的风格。就是我之前很喜欢那种戴个头盔，然后有一个人就是戴着个头盔，然后梳着那种双麻花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就是那种头盔，怎么啦？头盔怎么啦？头盔怎么啦？就是很好看那种头盔，就是那种把你的脸露出来的那种，不是我上次弄住的那个，不是，它露脸，脸就是脸在外面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是个头盔，然后我这边底下是那种麻花辫儿，我觉得。我很喜欢这种头，不是这种照片。对，挺喜欢。然后就是装饰的那个头盔，没有摩托车，只有木马那种类型，就是在室内，就是有一堆玩具陪着我，你们不觉得很美好吗？这个照片，只要照片出来了。你们给我 P 摩托的都行，反正到时候你们想自己 P 什么都行。对，就是在室内，就是旁边都是玩具那种，我不会拍那种摩托什么的那种，我觉得我不太适合。我除非不要刘海，我才能适合拍那种东西。这个头盔不需要拔，它给我扣在我的脑门上，不是脑袋上就行，就是扣上来，我再可以拿下去，不是那种要整体给我扣进来。再拿出拔出去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说的够清楚吗？不是上次那种弄进来再不拔出去，而是那种扣在我这儿，然后就可以拿起来，这种，对。不是是电动车的那种，好吧？本来一个好好的那种。可爱风照片被你们拍的，说的是我是带了个电动车头盔，那我是不是该去菜市场拍？我倒是骑个小电驴，然后生活就是给这套照片起名叫生活，淳朴什么的。我没有假发，这是我的真头发 ，real hair 啊 ，real hair，understand？就是那个找到了，那个头盔就是差不多这样子感觉。哎，这怎么有点像海盗？哎，不是啊，就是他就会这样子，哎，对，他会这样子扣上来，他会这样再往前一点，对，他会这样子扣上来，然后反正就是，然后就是那种梳着两个麻花辫，我就。不是，就是哎，反正就是，对对对。我只是给你打个比方，因为我又没有头盔，就是我平时那个去公演的帽子，是这样的。它有点像老人帽，因为这个帽子，它就会把那个眼睛全部遮，就半张脸遮到，就是遮这么多，只露一张嘴巴，我觉得很酷。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奶茶洒了，我居然黑了一杯奶茶。好了，洒了一点点 ，just 一点点，谢谢王仁奇的新粉的玫瑰花。这个不是天使的奶茶，我今天没有收到守护天使的礼物，谢谢 only you 的秋天奶茶。奶今天没有收到守护天使，谢谢王杰的新粉的巧克力。我让我说完，我今天没有收到守护天使的礼物，没有收到，孩子很惨，
一点守护天使的礼物都没有收到。什么？我是吗？我的天使，但我的天使啊，怎么会这么？我今天还在后台说，我真的就是不知道守护自己的是谁。谢谢玩起的新粉的梅花。亲亲，你一定不是我的守护天使，你太明目张胆了。谢谢玩起的新粉的巧克力。Green 不是我的新粉啊，不呸，不是我的天使，什么新粉，不是我的天使。Who is my angel? I don't know. This is a question. 哦不， this is a question. 青青还在吗？他们都下了吗？在拍东西了吗？哦哦，好，那我就把你排在嫌疑人第三个。我现在心里面有几个嫌疑人，就是。算了，我不说出来了。其实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儿。我先排除，我觉得我得先排除，可以排除好多人。居然才第三，因为你猜测对象呀。我第一天猜测是天草，但我发现天草那天是真的只是对我好，他不是我的守护天使，提前结束，他只是那天单纯的对我好了。那他就，所以他排除了他不是我的守护天使。第二个就是口口一，因为口口一那天，糖葫芦是投口口一给的。今天小曲告诉我，昨天糖葫芦是口口一给我的，就是因为我在房间里面说了句我的守护天使还没来，所以口口一给我送了个糖葫芦，所以说排除他。然后呢，然后再排除奇境吧。我感觉奇境最近这也，我觉得也没有那个。感觉也不太像，然后再，所以说啊，对，那这三个排除之后，现在我就，那我再排除个谁呢？送了，他都没揍我，他今天追我了呀，他今天在后台还是追我了呀，他虽然没揍我，但是他追我了。追呀，就绕着桌子追呀，就是他，我们吃饭，然后我在说什么来着，然后就是忘记了，我有点忘记我那会儿说了个什么，然后他急了，说我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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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就是围着桌子追了我两圈，他就追不动我了，然后。体力上就不如我，然后他就没有再追了。毕竟我从小练习武术操、抖空竹，我身体素质非常的好。谢谢王仁奇的新粉的玫瑰花。但我忘记说了个什么，反正我觉得我也排除他了。太好笑了！你看，我都给青青逗笑了，你们都没有人笑，你们还在跟我拌嘴。谢谢王仁奇的新粉的玫瑰花，你们还在跟我。就是跟我就好，哎，也不用现在笑。谢谢想给所有女孩一个家的五个大闪，谢谢王富贵的。那我反追。嗯？他有没有说我跟他说过的那种话？那我怎么？谢谢点点的喜鹊闲枝。那应该。我要魂穿青青，我就可以把自己做的想做的事情，我假装放在青青头上。锐界产物的玫瑰花，拿一把剪刀，我觉得，我穿魂穿了青青，好事放在青青的头上。谢谢你的评价，青青。不是啊，头发长是要剪的。你看我今天我这个刘海我就比较长，我应该把这个剪。你要干啥让我帮你吧？我不对他干啥，你不用帮我。
你不用帮我，我不会对他干啥，他又不是我守护的人，我不守护他，我干嘛要你干嘛帮我守护他啊？不是你干嘛帮我弄他啊？不是你干嘛帮我？没关系的，我不守护他，所以说没有关系。就是说他不是我的守护人，对，我不守护他的。你们不要猜错了，但我现在也在猜谁守护我。那你守护我吗？哎，说起青青，他第一轮抽到的是我哎。如果按照第一轮的那个走，我可能最近每天小日子过得还蛮幸福的，应该每天会，除了他肯定会送我一些什么东西啊，每天给我食堂打饭，他每天会给我告诉我食堂吃什么。要是亲亲守护我，那我每天在都会知道食堂吃什么，他会给我单独发过来，然后或者给我把饭打上来，然后我每天的那个晚饭我就不用担心了，每天5点准时送上门。对，哎呀，让我当公主，你看青青多会说话，但青青这个，我觉得这种什么公主王子的设定，它有点非主流了，现在就有点像抖音里边，就是你把手撑在那个墙角，哟，要不要做我的公主？啊，你看我，你这样我就容易想到这一些，你不能这样，青青你不可以这样，收手吧，啊。你现在给我的印象，我只能想象到这些了。究竟是哪个倒霉蛋赢得我的守护？我跟你说，被我守护可幸福死了！我的天，天哪！好家伙，我跟你讲，被我守护的人好嘛，那他得，哎呦，幸福坏了，真的是。没有守护天使的时候，我难道没有对谁好过吗？你们真的是，哎呀。没有记忆，你们，哎，你们不太那个什么，你们记性不好。他妈守护天之前，你们能得什么好？你说什么呀？那什么呀？天天房间发老婆，对啊，你难道不喜欢这个表情包吗？你不觉得这个表情包很可爱吗？那表情包太可爱了吧！看到了，那你就非常的开心呀、啊。反正我收到这种表情包，我会很开心的。我觉得就这种表情包特别可爱呀、啊。对啊，就昨天就趁着那个水水跟佳恩他们俩在那边掰扯的时候，趁虚而入发一句：“老婆，你看。”这种行为是不是很好？这种行为就是好，这种行为就是叫在人家那个气头上你突然出现，然后人家就会觉得哇你，我刚刚卡了一下，就会觉得哇你是一个安全的港湾，你是一个值得依靠的避风港，你看就是这个样子，你们不懂，你们不晓得，你们不晓得我的用意，对。这个说难听一点叫趁虚而入，说好听一点就趁乱来一脚，哦，说难听一点就趁乱来一脚。我可有眼力劲儿了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在那种火药味十足的时候，我赶紧去插一脚，才能缓解他们的矛盾。这是什么？有眼力劲儿啊！我的妈呀！你看我插了一脚之后，争吵是不是没有怎么再继续了？懂了吧？富贵险中求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智啊，大智，我是大智啊！哎，我的手机没电了，我天哪，我手机没电了，大家，你们可能一会儿就真的一下子突然就看不着我了。这不是挨打技巧，亲亲。这是幽默，加斯幽默。等一下，这充电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这样直播充不上电了。大家，今天要不就这样吧，明天我还是会跟你们说话的。要不然你们就只能这么歪着看我了。
拜拜，再见。爱情不是随便许诺，谢谢范公举的大神。